难道我可以去厕所吗？这啊，不经意的眼神落在，怕他没带衣服啦，啊，我怕他没带衣服。来，左边听听，右边不要听。大家好，我是林，今天我们来玩《夏日狂想曲》。那这是一款 game 啊，好，因为我小时候其实没有玩过什么色色的游戏，小时候都那种皮卡丘打白球啊，就是没有实实在在的认真玩一个澎湃的游戏，好不好？那我们这次就以一个可能处男去玩玩看这个游戏，到底会不会让我兴奋？就是如果真的有一点澎湃，我们就老实跟他讲，但是我们就是认真玩游戏。OK， 好，开始。输入你的名字。这个主要游戏用键盘滑鼠操作。哎，我叫弟弟哦。哎呀，李弟弟，好不好？李弟弟。确认。确定要弄李弟弟吗？好。感觉有点好玩。就是如果说以一个自己玩游戏的话，感谢我购买正版，好不好？大家这个是在 Steam 里面自己去下载。妈妈说抱歉哦，弟弟今年没办法跟我一起过暑假。爸爸说哎呀对不住啊，没想到这个一个月回不了家哦。然后我说啊不要在意，都买。我很期待跟表姐他们见面哦。好，我们这个就是我很想念表姐他们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我爸妈在挖苦我。哦，他说：“哥哥，快点进来。”好，他叫美雪 ，Yuki 讲，是不是？哦，好久不见了，最近是过得好吗？好久不见了呢，你弟弟君，好久不见，还记得姑姑吗？所以美雪是我姑姑，是不是？哦。你长大了，哎哎哦，你这样也看得出来，不好意思。所以怎么有木瓜啊？不是，有怎么？哎，他跟我说，哎，李弟弟好久不见，这是丽英 ，OK， 这是丽英姐姐吗？嘿，一样小只哦啊，我很小只哦。不要再说我身高啦，对不对？啊，姐姐，你真的是啊？怎么又有一个蓝色的？打没打油？打没打油？哦，这个是杰伊，杰伊姐姐感觉比较楚楚可怜。嗯啊、好了，没有兴奋了。好了，我知道了，快点啦，快点，哈哈哈，快点，快点，我现在开始有点急躁了。好不好？我现在开始有点急躁，就是认真讲，我是一个直男，就是对话我是可以接受，但是我会想要快转，这是真实男性的想法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会想说，哎、欸，赶快，什么时候可以？什么时候可以？可以？什么时候准备啊？准备开始了，三十号就要接他回家了，所以我三十号就要回家了，所以我在三十号之前要做一些的事情吧，是不是？好，我们大概花了十分钟看了一些前件，是不是？我们预估玩个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，看看一个小时可不可以达到男生想要的进度，好不好？试试看。接下来在姑姑家过一个月了 ，OK。好，我们家可以干嘛？嗯，那就先来我的房间吧。哈哈，还有，看你能不能追上我？要玩什么？员外的游戏是不是？我们今天很震惊啊！我们今天是一个认真的直男，好不好？丽英，你不是和大学朋友约好吗？要做什么事情啊？想起来了，要一起做报告了。为什么妈妈反而更清楚丽英姐的行程呢？啊，对不起啊，今天没办法陪你了，回来再一起玩。那小弟弟要跟我一起玩吗？啊，可以啊，可以跟我可以跟你一起玩。你的房间在二楼是不是？啊，不好意思啊，那我要进去了。关于健身要如何，我要听说明吗？不听啊，没空听。好，我们直接开始。然后我现在我看一下这个是谁？
这个奶吗？啊，不是这个小姐姐是可以动。どうかした？哦，这个姑姑说有什么树？她应该在二楼。好，啊，我要怎么去二楼？我这边吗？啊，哎，上面可以选啊，去姐姐的，小姐姐的房间。你来了啊，让你久等了，不好意思。好厉害哦，姐姐会弹钢琴哎，会不会有版权啊，姐姐？哦，你练很久了哦。那今天你来我们家哦，就要弹你喜欢的曲子吧。哎呦，可以吗？你随便点，那就要点什么？聊天室要点什么？嘟噜嘟噜嘟，是什么东西？哦，他弹晚了是不是？暑假作业有带来吗？哦，有带哦，有算术题，还有自我研究，还有画画 ，OK， 还有劳动。画画的话，每天睡前写就可以了。开始做作业了吗 ？OK， 算术很棒是不是？哦，好，我信你一把。作业有进展哦。哦，今天我们的作业完成了，很舒服哦。这样子好感度会增加，是不是？你看，而且我们扣了一天，哦，原来游戏是这样玩哦。虽然我可能觉得有一点小冗长，但是感觉好像还可以吗？好不好？我们可以去别的地方看。我们跟这个小小姐姐杰伊嘛聊过天了，这个是姑姑嘛？干，姑姑这个是洗碗吗？还有什么地方？杰伊的房间好香哦，我可不可以躺床啊？干不行。好，这个是谁？这是那个金头发的。靠，这个裤子被收好、啊。夫妻的房间是啊，姑丈吗？姑丈吗？干，所以有人妻系列吗？哭啊！嗯、啊，哦，我看一下，我要去哪？我去找姑姑吧。啊，姑姑，姑姑要暑假作业要做。嗯，你说我很了不起哦。是什么作业？是家庭作业，要帮忙做家事哦。我就想，可不可以麻烦姑姑给我一些家事？哦，なるほど，可以帮姑姑大忙啊。然后，有劳你了。そうね。刚好在洗盘子啊、哦，你可以帮我洗的盘子放到柜子里面吗？哦 ，OK， 没问题啊，交给我就好了。啊，所以我帮忙啊，这样就做了。家事就有好感了，是不是？哦，那做有好感就可以修理纱窗、瓦玻璃吗？哦，我这边应该可以冲上去，是不是？盘子放这边可以吗？可以啊、哦，谢谢，有人帮太好了啊！没事啦，太夸张了，我只是小孩子，帮不上太多啦，帮不上太多。好，这个。丽英回来了，乐死你了。他说还可以啦，作业做，他去做作业是不是？他去洗澡了。OK， 好啦好啦，怎么没有？你怎么还没有跟丽英一起玩啊？不知道他去洗澡怎么玩？哈哈哈，不知道他在洗澡啊？在洗澡怎么玩啊？你懂不懂啊？姑姑姑姑，真的是哦。哦，这个。姑姑还在煮菜，难道我可以去厕所吗？这聊天是我们上面一个绅士，我们不能进去吧？我们不能进去吧？这不行不行，我可是我滑鼠一直在点，啊啊，不经意的眼神落在。哦，我看了这个盥洗衣物，我怕他没带衣服啦，啊，我怕他没带衣服。对对对对对对，这个是，怎么了？你弟弟放进洗衣机的内裤上有白？的哎、欸，有立可白哎、欸，我读书的时候不小心内裤涂在立可白啊，应该可以的吧？那这游戏就到这边结束了吧？
因为这次拍这部的企划主要是想说，一个臭直男第一次玩这种大人的养成游戏会是开心的吗？或者说如果真的喜欢的话，是大概要花多少时间让男生产生共鸣？那我们这个实验目的已经到了。 OK， 那如果喜欢影片的话，可以帮我按赞订阅分享，那我自己听，我们下次见吧，拜拜。好的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。如果喜欢影片的话，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，也可以追踪我的 Facebook 粉丝专页、推特、IG。谢谢大家。那我是李听，一个色色的医生郎，我们就下次见吧，拜拜。